该县德佳高中语文国家实验班伫顶礼拜五月十九到二十四号前往日本的宫城县岚山路教育旅行，以及姊妹校互访，受到岚山路亭的各界热烈欢迎。校长苏渊源的表示，感谢教育部国教署、该县政府来补助经费，予即逝的教育旅行无后顾之忧。特殊境遇家庭的囡仔嘛，会使顺利成型，在完整并且多元化的行程当中体验学习，开拓视野，丰富家己的人生。嘛，特别感谢岚山路亭的亭长、岚山路亭观光协会、岚山路亭国际交流协会、岚山路高校公社馆代表的热情欢迎交接待。并且在地处当中关怀台湾华人大地当的灾情，充分体现受灾区人民感同身受的心境，十分让人感动。一手规划这件的行程的黄仁华老师表示，一当前就交岚山路观光协会开始着手规划行程内容，结合2019年、2023年两届教访的经验，更加进化，安排了姊妹校社团课程分组交流，啊，佮各个演出，小二的国乐示范演出，啊，佮乐器体验，老人院公益飘岛服务演出，古在地生命教育体验导览。寄宿家庭民朴体验、当地特色饮食制作体验等等的内容，主要目的为透过国际演出创造学生的成功经验，并且复制延伸到课业、学习，还有未来生活当中，提升回山、回市地区学生自信心。谢谢新闻台陈佳官采访报道。我用情意，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用露水冲一杯暖情意，甲伊你的你你相亲。加优先，你有介意无？你嘞？